嗯，对的，解决了一些找房子啊，还有一些那个，就是还有一些补贴呀、啊，可以给到我们，还有一些贷款可以给到我们，这些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个，像我们的设备啊，政府也有。这样的话，会不会在找到创业那边，会不会就是说，帮助我们？你觉得房子最大吗？第一就是房租，它比周边的这些房子价格低很